Are you ready? Yes, man. Yeah. Come on. 哎，这是我哎，你这不会，够好吧？你看这个，哇，随便就进了，好笑，你这哦，我这时候讲你办案烂就算了，你这都不会进，对，我有点漂亮，太弱了吧？等等等等，啊？上门了！哎呀，终于有工作了。你说地点在哪里？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先去外面准备车子，等我一下。好 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快一点，你快一点啊！好。哎，等等我。这个房间怎么有点暗？没关系，暗就交给我吧。哦，哇哦，不错哦。抱歉，我们要搜寻一下证物，请你先到一半回避。你觉得他的特征是什么？看他身上有多处瘀伤，应该是会活活打死的。最致命处应该就是头部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来搜寻一下证物。好，让我搜寻死者。好。内裤穿的什么颜色？哎，真的，闻到布料的味道了。你是灵犬莱西哦？等等，真的假的？还真的。你太强了吧？等等，哎，你在想什么啊？你不可能是杀人犯嘛？对不起，看来这会是一条有利的线索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收着，我们去问他们证词吧。好的。杨毛警官，为你带来了一份资料，这份资料是有关三个嫌疑犯的，而这些嫌疑犯都和死者交情不菲。谢拉禅师、罗伊小姐、马来高的女朋友，他们刚交往不久。特多隆先生是死者的同学。而这位尼龙先生怎么了？我听说这个特多隆啊，他在高中的时候好像跟死者关系不是很好。好，尼龙先生是死者的好朋友。那我们现在一一向你们调查，就从你开始好了。罗琳小姐，过来。案发时你在做什么？那时候我在家里休息，有点无聊，所以想找我男朋友聊聊天。只是他打电话都没有接，所以我就想说直接到他家去找他，结果就发现他倒在房间里了。很好。听说你们才刚开始交往，你可以说说最近你们相处的情况吗？好吧，我在和尼龙分手后就跟马来高交往了。就是跟别人跑了吗？不好意思，请继续。就我们最近啊，不知道在高兴什么，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你在为我加油，不知道在妄想什么，只告诉自己就是这样的事。好，哎，你干嘛啊？
你可以先出去了。阿爸，当时你在干什么？我那天晚上去餐厅吃饭，然后吃一次肚子突然很痛，就赶快跑回家，结果拉肚子拉了一个晚上。就不在场证明吗？哇，听说你跟死者关系好像不太好哦。那是在我高中的时候，是。大概了解情况了。那现在你跟死者的关系是如何的？我现在有时候看到他还是会很不高兴，可是我绝对不会对他做什么的。好，了解，谢谢。阿爸是当时你在做什么？当晚我去金钱豹酒店喝酒，喝到很晚才回家，到家就是睡觉。嗯，好。听说你跟死者。是高中同学，你可以说一下你们以前的情形吗？那是一段非常有趣的往事。坐亭者谁？山之僧智仙也。坐这座亭的人是谁呢？是山中的一个僧人，叫做智仙。是谁啊？就僧人嘛。有这里有解释。你看，狼爷寺的僧人，仙，同仙，所以可以叫他智仙。啊，随便的，好，没关系。接下来，明知者谁？命名他的人是谁呢？太守自卫也。任务法纪。那你们最近还有什么往来吗？我们最近已经没有往来了，我跟他已经没有什么好说了，我不想再看到他。好，那你可以先走了。大家好，对，我就是禅师。你们知道吗？今天发生的那件谋杀案，真的是，哎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哎。我只能说有够恶心的，不是因为死者的死的方式恶心或变态啊，虽然他的姿势是有点变态啊，可是重点是我从他的嘴巴里面找到了那项证据，就是那个布料，你们知道吗？最决定性的证据。啊，还有啊，从他不知道怎么形容从他嘴巴里面拿出那个布料的感觉哈，然后啊，要么警官啊，他今天叫我回家赶快分析一下，这样可以找到凶手，你说对不对？然后我想趁这个机会顺便介绍一下布料的种类，还有衣服。啊，如果等一下有人什么叫我的声音都不要理他哦，哈，好不好？我今天就只先介绍一点，让你们有初步的认识。像我们市面上常见的衣料纤维有亚麻、棉、羊毛、蚕丝、尼龙、罗绒，也就是所谓的人造丝、特多绒，然后醋酸纤维、三醋酸纤维、玻璃纤维、金属纤维等等，还有一些混纺的纤维。对，那我们第一个就从棉讲起吧。现在就让我们正式进入布料的世界 ，The Fabric World。第一课是棉，那我第一个为大家介绍棉吧 ，Cotton。随便你们看，棉 ，Cotton。Repeat after me, cotton. 对，很棒，念对了。那棉它有什么特性呢？
棉的特性，凉而且又柔软。我来拿一个棉的东西给你看。哎 ，Nike， 不是打广告啦，重点是里面这边。我们从哪边可以判断衣服的质料嘞？是在里面喽。看，有看到吗？在这边都是写棉哦，100%。虽然我觉得好像感觉是假的，这边有没有柔软，有一种说不出来柔软的感觉哈。看就有 feel 了啊。然后我们可以用燃烧法来分辨布料，而棉在燃烧的时候会产生黄色的火焰，而且它燃烧十分迅速，而且会有一种像是那种烧木头的味道，对吧？我不可能烧给你们看嘛，对。好，第二课是麻 ，Lesson Two。麻，然后麻有分很多种类啊，其实比较常见的有亚麻。这个字有点难写哦，写字太丑，要包含一下。亚麻的英文是什么嘞 ？Flax。还有大麻，对吧？它的名字就叫大麻，可是我不确定它跟毒品的那个大麻是不是同一种，有可能，我觉得应该是哦。然后它的英文是。第三种是黄麻，然后它的英文是 jute。然后啊，麻的性布料性质有哪些呢？以触摸法来讲的话，冷且柔软。然后什么有若皮革的手感，这是亚麻的介绍，有点白痴哦。然后如果我们用燃烧法来区别的话，麻的燃烧很迅速，燃烧的火焰也是黄色的，而且它的烧完之后灰烬会比棉还要多，然后略呈黑色。哎，对，那我们刚第一课所说的棉啊，它的灰烬是灰色的。然后这个烧完是偏黑。我们的第三课是羊毛 wool。羊毛具有哪些特性呢？羊毛摸起来温暖，而且是有弹性的哦。如果我们用燃烧法来区别的话，它会有一种烧起来会有一种卷曲毛发的味道，就是烧头发那个味道，很臭。而且啊，它会缩起来，缩成球状，缩成一球，这是羊毛的特性。然后像我们冬天很冷嘛，就要多穿一些羊毛衣来保暖，对吧？我好像有衣服吗？对，我里面。这件感觉好像是羊毛的啦，只是不好意思脱给大家看，在这个帅气西装的底下，好像是感觉是啊，不确定。第四课，蚕丝。好，蚕丝，笔画太多了，我不想写。蚕丝是那个蚕宝宝的蚕啊，大家都知道吗？然后它的英文是 silk。然后嘞，你们知道那个丝路吗？丝路的英文的那个丝就是从 silk 这个字来的哦。小知识。然后蚕丝的特性呢，我们触摸的时候它是极柔软的，那种蚕丝就以前那种。中国贵族他们穿的丝绸衣就是蚕丝嘛，就是很柔软、很高级哦 ，luxurious 那种。好，
然后只是想要说很高级而已。然后我也没有蚕丝的可以给大家看，蚕丝也很保暖哦，而且我们用燃烧法区分的话，它跟羊毛一样，燃烧之后会有毛发的臭味，卷曲毛发的臭味。然后嘞，它跟羊毛比较不同的地方，就是它烧完之后会变得很有光泽，可是羊毛不会，就没有光泽。我们的第五课，裸影。裸影的英文是 rayon， 裸影是人造丝的一种，然后它比较特别一点。就是人造的，然后呢，它的特性是，假如说它在长纤维的织物当中，它会比较平滑，冷而平滑，而且比较没有弹性。然后呢，在短的织物、短织物里面，短纤维织物，刚是长纤维织物，这是短纤维织物里面，它的具有的性质就像一般普通织物的。表面的性质一样，好，我知道不够白话，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哦。等下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。然后我们用燃烧法分别区分裸萤的话，裸萤燃烧的时候也会有像木头燃烧的气味。还记得刚刚哪一个有木头燃烧吗的气味吗？对，是棉，然后裸萤也是，然后它。燃烧十分迅速哦，就这样烧一下，就不见了，就烧光光。然后它会有灰烬，是那种白白又柔软的灰烬。有了吗？我们的第六课是尼龙 ，nylon。nylon， 然后。尼龙它被用在很多种方面，然后因为我没有那个找不到尼龙的布料，然后现在时间也蛮赶的，而且我地理习作手册还没写完，可能不是重点啊。我今天就为大家快速介绍一下第六课尼龙，然后尼龙的特性，它在长纤维的织物方面是质地非常轻，很轻哦，然后弹性佳。很有弹性，而且又很柔软。好，刚有差点忘记啊。好，然后短纤维织物上面，它的性质就跟羊毛差不多。然后尼龙在燃烧的时候，就是你靠近火焰，它会开始烧；然后你一离开，它就停下来不烧了，很特别哦。烧一烧也不错啊，然后重点是它在烧的时候会一种臭味道，就是吸臭味。知道什么是吸臭味吗？就是你翻一下化学课本就知道了，就是酰胺类的那个吸臭味。然后它的灰烬是圆形硬硬的。灰色的那个块状，就圆圆的。我们的第七课，特多龙。特多龙，它有很多名字，有人叫铁氟龙、特氟龙、铁氟轮、特氟轮都有。我比较喜欢特多龙这个名字，因为感觉跟史特龙很像。对不对？然后因为刚那个网路被切了，所以没办法帮你们查到英文名字，就有点对不起大家。然后就有兴趣的人可以来问我。然后其实我发现那个化学课本后面其实也有在介绍这个东西哦，特别。然后我先大概介绍一下它的性质，在长纤维织物中，它的性质就和尼龙很像，只是它比较硬。然后至于短纤维的织物中呢？它就很像棉或者是羊毛的性质，
就那种软软的感觉。然后他也，我好像没有抄他的燃烧法，有点对不起大家，真的。我觉得我猜推测他大概是性质是跟尼龙相似的，有查到找我要糖果之类的都可以，或是有兴趣就 Google， 然后跟我讲，没有我会跟你们讲。第八课亚克力纤维，亚克力纤维，因为字很多，所以我就提前帮大家写好，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。Acrylic， 英文 acrylic， 然后哎。我来介绍一下它的特性哦，等等，它比较复杂一点，其实没有，其实也还好，它触感像羊毛，然后它比羊毛还要轻，而且它具有光泽，就亚克力就是亚克力颜料那个亚克力，然后嘞，它靠近火焰的时候会这样揪成一团，可是它不会烧起来，而且啊。它据说会有一种那个怎么讲，刺激性的药品臭味，就是很像你去化学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，有时候会闻到那种很臭的味道，应该是像那种。然后它会不会烧起来？可是它一直拿烧的时候，烧完之后会变成黑褐色的块状，暗暗黑褐色，一块块。第九课，醋酸纤维 ，acetate。因为它的笔画也蛮多，所以节省时间，我也帮大家先写好了。棒哦。然后醋酸纤维，该怎么开始讲呢？我想一下。我从它的基本性质开始介绍，就它质感平滑，而且这个很特别哦，它具有的特性叫硬生。像那种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就是硬硬的那种感觉。还有着错性，我写大一点。一整个就很深奥的词汇啊，我觉得。有兴趣的人可以找国文老师讨论一下，着错性，不错的一个名词。然后醋酸纤维就是很特别啊，就连很多特殊名词在里面介绍了那个部分。然后燃烧法，没错，燃烧法它极燃就是速度很快，也是速度非常快的一种。然后烧完之后会产生一种刺激性臭味。让你会流眼泪那种，就是臭到流眼泪哦，很夸张哦，哦，应该是真的啦，虽然没有闻过，实际闻过。然后它的灰烬是那种黑色块状灰烬，一块一块黑色的。基本布料终于全部都介绍完了，然后我现在就大概为大家介绍两种，就是衣服里面会比较常见的，因为就是家政课时间宝贵，不想浪费大家太多时间，就是。办案的时间啊，说错，就是合成纤维以及针织衫，介绍这两种，搞定。好，合成纤维，这是我们是石油提炼出来的，好。然后，假如说我们翻开衣服，假如说有出现这种字样，不要怀疑，它就是合成纤维 ，P 就是 polyester， 也就是聚酯纤维，然后。C 是 cotton， 就是棉，然后它可能会有就是百分之多少配百分之多少，就是每一个是不一定的、然后最主要它就是可以合成纤维，就是可以包含就是综合各个布料的性质，这样来看就是也是有很多优点。然后可是它大部分我们现在穿的衣服其实大部分都是合成纤维的，然后它是用石油提炼出来的啦，所以也不。感觉不怎么天然哦，其实也是石油哈。最后让我来为你介绍针织衫。针织衫其实我们一般毛衣的说法，正确来说应该要叫做针织衫。就是针织衫有什么特色呢？就是它是用毛线这样织成的，然后。
然后它可以有很多花色的变化，而且够有弹性，而且保暖。像我们冬天就是需要这种，好家伙，针织衫，我自己也有一件，两件，不错哦，就是冷的时候很保暖，而且它也是有很多方面的特性。让我跟你讲，好，其实我刚看到也是跟我前面讲差不多，就是重点，针织衫最大的重点就是很有弹性，就是你穿着的时候会觉得很舒服，不会感觉被挤的，就很配合，很有弹性。然后嘞，活动的时候很舒适啊，其实都一样的屁话，不多讲。然后很多大部分的内裤其实都是针织的，其实感觉查的资料感觉好像有错，等下那个刚刚那个标题，然后很多种变化，虽然。跟你介绍一下，虽然针织衫好穿，但是它容易变形。为什么？就是那种毛线就容易松脱、啊然后嘞，我现在教你五个步骤，要维持你心爱的针织衫。五个口诀，就五个口诀。一，穿着姿势多注意。二，吃饭习惯要小心，小心就是不要弄脏啦。第三。洗涤程序要遵守，就是你的衣服里面不是会有，也会有一张那个小小的这个，像这个，然后他会跟你讲说，假如说有什么在洗衣服需要注意的事项了，你就要看这边哦，不能乱用，不然衣服会受伤。然后第四点，晾晒方式要平放。应该也是蛮重要，就是你在晒它的时候要平平的放着晒，然后第最后一点，折叠吊挂要细心，好啦，就是你晒完洗完，就折起来的时候，收起来的时候，小心放，不要拉扯，要细心 ，OK。经过我刚刚的解说之后，大家有没有对布料有比较多的了解了呢？有哈，好，我太高兴了。刚刚我讲解完的过程中，我分析的结果也出来了，你们猜有什么解答呢？其实啊，分析出的那种布料它很轻，而且偷偷跟你讲，它在燃烧的时候会有硒的臭味，硒胺类的臭味，你还记得是什么吗？啊，记得吗？可以跟我一起找犯人哦，很好玩哦。好了。我该赶快回去回报给羊毛警官这个消息，等一下就看我们抓出犯人是谁。经过我层层的分析，抽丝剥茧之下，我已经找出犯人了。犯人，丢喜力呀！我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不要废话，快跟我回警局。不要，真的不是我，我不会这样做。承认吧，所有证据都指向你。放开他。抱歉，我们真的要逮捕犯人。犯人真的是我。我没办法，我看不下去。我因为马来高而离开我，我已经很难接受。不知道在高兴什么，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你在为我。案发当天中午，我到附近的公园去散散心，结果，想听我唱歌吗？好啊。好，我唱啊。突然间，你甩甩头，露出半个侧脸，瞬间让我好难过。你长得像我 uncle。你说什么？我唱歌而已啊。为什么唱那首歌？没有啊，就唱歌而已嘛，不用那么情绪化、啊。是不是有小三？小三？你什么时候看过我跟别的女人出去过了？我都跟你在一起耶。不然现在是想怎样？现在是怎样？怎样嘛？你滚，滚出我的生活！
干嘛？干嘛？小龙，你干嘛？结果我哪知道，他这么容易就死了。既然他都承认了，就把他带走吧。好的。又怎么了？有一件发生了。在哪里？哦，就是那个马先生，上次那个马先生他家。哎，等等我。在不起眼的角落，我看着人来人往。不行，你在笑，你在笑，不要太久了吧？是我要笑。好像没有什么进展啊！等一下，他不见了。哎，怎么找你了？不然我哪路的密码裤拿去哪里了？哪里哪里哪里？还是刚认识的朋友。你错什么了？按马德皮。哦，马德皮也有那么好吃。嗯，他是马来高人啊。你长得像我阿特多隆，怎么不学？我记得还有我的电脑，特多隆。现在我身上有一把 AK， 我真的很想送你回老家。特多隆，好爽。眼看是一朵花，有几分？好了，第三剧情选择。第三季学生创立中，预备，我操！我握你有这种啊？讲不我来，我来教你。到我握倒，预备，握倒。等一下，第四七期学员陈博伟战斗握倒，预备，握倒。坐在不起眼的角落，我看着人来人往，慢动作。你这背的坐在我这方向三点钟了。点了一杯饮料，也有他的名字。哎，好啊，打不开。Hello， 哎，不都在家？对啊，拍到爷爷神龙嘴巴，涂一下神龙。哦，太恐怖了！为什么骑摩托车不在了？不知道，我只有一个安全帽，我今天没有受到危险。可以载我，拿安全帽给我戴啊！就我受伤怎么办啊？你喊过我的事吗？我头撞到我车后，头流血，该怎么办？你的凶怎么凶啊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都没有想过关于我的事，我根本一直都在意，我根本受不了。不用见。
不爱看我的报纸。你长得像我 uncle， 远看是一朵花。我竟敢爱又为我的妈。我如果现在我身上有一把 AK， 我真的很想送你回老家。因为你长得像我 uncle。